我不会放弃的。如果靳时川一直躺着，我就一直守着他。张医生，哎，这么晚了还来看靳时川啊？嗯，看着他我能安心点。对了，没来得及问你，陆芳琪怎么样了？他因为之前的事情患上了 PTSD，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陪他做治疗，现在状态终于好些了。别担心，一定会好的。你看，你还能看到他一点一点变好，能看到希望，不像我。你也别担心了，说不定他明天早上就醒过来了呢，对不对？嗯，希望吧。咱俩是不是好久没喝酒了？嗯，等靳时川醒过来，我们一起喝酒庆祝一下。好啊，快去吧。哎呀，你来了。你先回去休息吧，累了一天了，接下来交给我。该休息的是你呀。你看看你整个人瘦了一圈，这要是让时春看见，不得心疼坏了呀。我没事的，放心吧。徐来，听爷爷一句劝，别再耽误他了。时春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醒过来，再这么下去要耽误你多长时间呀。我不会放弃的。如果靳时川一直躺着，我就一直守着他，而且我相信他一定会醒过来的。你这傻小子真是有福气。就先回去了，路上注意安全。哎，靳时川，你醒来好不好？我其实没有那么坚强，我其实每天都很害怕，我害怕你再也醒不过来了。醒来好不好？真的很需要你。快撑不下去了，你醒来好不好？